阿德玛，你来了。哎，哦，你在家？爷爷，你好。嗯，你好。你来玩？嗯，你胃又足啊？啊，我知道。奶奶呢？奶奶在手术去不好，身体不好。哦，打肚子有的。哦，你过来一下。不行，你过来一下。嗯，这里，不是上次我给你说了，我把阿德玛带去卖石榴吗？嗯，就是说赚了点钱，帮你把这个，把人家这个瓦片换掉。 不用了，为什么呀？那个从小给这个先祖父的说啊，就是这个土法全部拆掉，如果不是每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土法，这些就是不能做了，现在拆掉。拆掉的话是阿舅们两个现在出钱的这个帮忙是浪费钱哦。我说我这个等这个二月份你们春季的钱货，是货嘛就，如果钱不钱。 不拆的话是可以花，拆的话是直接是浪费钱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些土房子全部要拆掉，如果说把它换的话，浪费钱了是不是？哦。大概要多少钱呢？就是你算过这个要多少钱吗呀？合理7000左右。啊，7000左右是不是？嗯，是这个一呀一呀的，一下一下的，虽然这个6780。哦，7000左右，6780。没事。 现在意思是说，万不巧，这个瓷砖，啊，好，爷爷，我今天把钱带过来了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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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证明的话就你自己留着用，如果说还需要的话你跟我们说好不好？哎，谢谢你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我。我操，爸妈的很多，你这也拉了，那也拉了，要换房子，谢谢你们了。哎呀，你不用谢我。如果说我不认识阿子墨的话，想帮你们都帮不了啊。你不用谢我啊。开始操。哎，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啊，你忙你的。没有啊，奶奶去哪里了？身体不好啊？他怎么了？你吃一下，吃一下。阿子墨，我走了。一来就走了，再玩一下吗？不，我还有点事，要回去了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姐姐这么快就走了？对啊，我有事，真的有事啊！我先走了啊，好，拜拜。走啦。学一下，你也把鸡杀好了。那么快啊？嗯，留下来一起吃顿饭再走。是你家的还是爷爷家的？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啊！好吧，吃少了，吃饭太多了。哎呀，你吃饭的话，你不用杀鸡吗？你跟我们爸妈讲了吗？都是吃垃圾。好吧，不行。好吧。行，谢谢你啊，那就啊。走啊。嗯，走。哎，来，你肚子好点没有啊？肚子。可以坐坐啊！啊，好是不是啊？你坐啊！谢谢啊！来，阿爸，